这个我就这个问题，我具体就说那个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啊。我们人吃的食物进入消化系统以后，它有一个复杂的一个分解消化的一个过程，它将里面那个营养慢慢就输送到我们人体的每一个器官。但一旦出现消化不良以后，人体的各个生活都会受很大的影响。这关于消化不良，我们分为两类，一个是器质性的，一个是功能性的。器质性消化不良就是指我们人体的这个胃啊、舌子上的各器官出现的问题，属于感染性的全身疾病引起的，像胃溃疡、胃反流、脾病。功能性消化不良就是指没有器质性的病变，它只是胃和舌头上的功能紊乱了，也就是说讲我们后面那个机械的灵气没有坏，它只是不好好干活了，所以是这样的情况啊。我们这个中国大概都有3-4亿人都有这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，对，像饮食的生活习惯不当啊，三餐没有规律，精神压力，有这个长时间服用那个阿司匹林那个激素的药物，胃酸过多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，它都会引起消化不良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消化不良虽然就说啊生活中很常见，但是在某种程度来说，它也是导致溃疡性结肠炎、胃溃疡、食道溃疡的一个疾病加重的一个症状。所以说，在日常生活中长期消化不良，应该到医院里去做个系统检查，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。